杀了他，此处就是雪域国新的国址。雪域修士以满地冰雪施展神通，十年大雪，原来如此。冰雪之塔，雪域化神强城，九子绝杀阵，起！击杀红蝶，似乎也太过简单。晚辈白云宗弟子，奉师尊之命来取土，前辈莫怪。这个冰雪之战涵盖整个四派联盟，此战没有结束。使者大人，请杀了这条苍龙。百年前，红蝶降生之日，雪域迎来了万年不遇的天地异象。惊现五行之灵，五行之灵在红蝶周身自行凝聚，从此守护红蝶一生。随着红蝶长大，武灵实力同样突飞猛进。有此奇才，是雪域的福分。老身收红蝶为徒后，为了探查这武灵的来历，不算多次，却发现红蝶此生有一死劫。清河，此次出征，你带上红蝶的五行之灵，率大军前往四派联盟。世子。前日老身红霞龙体终于算出红蝶死劫就在此次大战中，你说能帮他应下此劫，红蝶结束便消，今后道之一途有违平坦。世子，红蝶师妹不过跟了您百年，弟子可是您的首徒，师尊，您怎么了？这一卦尽了老身的寿愿，可我们别无选择。清河，别怪为师，雪域被困在这贫瘠之地太久太久，你是雪域的大师姐，保住红蝶就是保住我们雪域的。世子，世子，世子！
伯主答应为我出手一次，那么现在请杀了这条苍龙。没死，此龙在下可无权杀死啊。鹰变强者，不过取出血脉让他不再惹事，倒是可以做到。这里相见，王兄。这余鼎虽是至宝，我却担当不起，整个四派都担当不起。王兄想要便拿去，留不留得住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。师父一令，伤势可愈。不好，四派
一走不掉。此人修为虽是化神，但肉身未必强大，以古神之血加持，或许能有机会。这元婴后期头脑倒是颇有意思。朱雀国欧志，道友可愿再次引来天劫？在下必有重谢。真是天劫，道友可愿现身一叙？只击杀一名化神，便消耗了全身法宝，上国之事绝不可参与。护国苍龙陨落，四派联盟大败，就此灭国。随后一年中，四派修士几乎全数死于血雨围剿之下，幸存者只得隐姓埋名，在新生的血雨国之内苟活下来。天逆珠吸收土灵，至土属性大圆满，这天逆空间竟有了一丝灵力，五行发光体也浮现了生机之意。天逆珠定然有我尚未发现的妙用，恐怕只能等到五行大圆满，天逆珠真正认主之时，其神通之术才会显现吧。自我领悟生死意境，天逆珠的时间逆变就已失效，内外时间已无异，现我藏身时间已达极限，还需四年，我便可踏入化神。短短五年，血雨竟发展至此。
此处凡人众多，本该生气迸发，为何死意弥漫？